我不知道这篇报道有什么事实依据。一段时间以来，少数西方的媒体炒作所谓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的虚假叙事，但除了一些捕风捉影、揣测炒作的言论外，没有任何的事实和证据。相反，我倒是注意到，近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公然在网络社交媒体发布中文网络投靠操作指南，企图以此蛊惑诱骗中方人员投靠中情局。这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侵犯，中方对此严正抗议。中方将坚决打击境外反华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使用各种卑劣手段窃取他国机密，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权。美国从未停止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美国还长期对其盟友进行大规模的窃听窃密，一边不加掩饰地在全球范围开展间谍活动，一边给其他国家安上间谍威胁的莫须有罪名。这完全是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的做法，停止栽赃诬陷的把戏，不要再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混乱与动荡。